伯仁，你一个人讲啥？那海建的艰苦，徐高登家会有啥物意见？你会叫伊去找官员吗？非得这是伊逼你的，毋是你的意思啊？你甲伯仁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感觉就艰苦嘛，就做一个。为啥物？你若是认为讲我都够斗阵，我袂勉强恁继续落。 啊！不过伊自家搞自家，让我艰苦伤心的。这是不是你调高伊叫记者的写的？是有关注，不是有关注。我会甲丽芬甲陈总阿平去斗相共，拢是为着陈家。你的心未免伤过超过啊！何以后抓起你关，这嘛拄啊好尔呢？你总是阮爸爸的后生，嘛是我唯一的小弟啊！迄甲你啥物关系？甲唔对的人，留伫咧病院内底，就是上大的错误。 我伫遐，只想要甲丽芬斗相共啊！咱甲内当提醒轩轩，对伊较细腻，上好是莫甲陈伯仁有来往。啊，毋过这哦，伫咧看陈伯仁表现啊，也毋过赵胜恁李刚，过咱团结，嘛无法度阻止李友顺作为一间百货公司，拼袂赢我的广告公司，这个事实。我的亲目睭哦，看你毁掉你家己啊！就算你毋是我的新妇。 我嘛永远甲你当作是我的查某囝。以后你若有是甚物代志，心内无欢喜，你就来处理，啊，大家讲好咧。我相信你心平静静就会好起来。早甘是滴水，晚甘是滴水，枕头边那阵子难枕，啊，你哪会这简单包？ 那才袂空，双人枕头一边冷，为何心肝变寒冷？为何犹原茫茫？